烟火璀璨照亮云林夜空，长达41分钟，是史上最长。五彩缤纷的烟火点亮夜空，金光闪闪，同时搭配弦乐，场面盛大。 五百台无人机同场升空，排列出双十国庆与国旗飘扬的图案，闪耀600秒。云林虎尾高铁特区一晚涌入超过30万人，民众沉浸在欢乐的声光秀中，但好心情没维持太久，散场时火气全烧上心头。这个人的旅客验票了，大家都火气都大了。 云林高铁站人潮炸裂挤爆，人人前胸贴后背，动线被卡死，进退两难。要搭自由座和对号座的人全混在一起，民众也失去理智。高铁工作人员已经 hold 不住，警方持大声公上场，想维持秩序，但被呛爆。暂停！暂停！暂停！再给我一个机动，不要进来！你讲什么话嘛？你讲什么话？乱讲什么啦？ 在11:05，全速通通疏散完毕。高铁人潮资讯一度亮红灯，原先规划5班加班车临时又加开2班北上全车自由坐列车，大量人潮考验交通，也成了双十国庆焰火秀另类插曲。记者廖文斌、韩志新闻社韩云林采访报道。